接下来让我们请出来自马来西亚的音乐公主希拉和五洲唱响。
请点赞。谢谢大家给我们点赞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加油！来到了关键时刻，他们的战术还能继续往上冲吗？好，加！我目测已经超过了刚才阿鲁阿哲和山峰组合。谢谢，谢谢。时间到，谢谢各位。每次呢，他们这个组合又特别的活泼，来自全世界不同的地方，包括我身边这个好弟。每次除了唱歌之外，他还是义务的拉票员，只要一开始点赞，好弟就点赞点赞。没有，就是自己就控制不了自己，都比较能嘚瑟，你知道吗？连嘚瑟都会说了，多大家喜欢不喜欢？不得了，我们最近不用嘚瑟这个词，你这种状况我们叫任性。我今天想考他一下，会唱粤语歌吗？广东话的歌。广东话、广东话，广东话不会。你这样好不好，好弟？我们两个在这里，我挑战你。哎，你唱一句尼日利亚的歌曲。哎，尼日利亚的歌曲。哎，然后我唱一句广东的歌曲，我们看谁学得像。好，我跟你讲不公平，你知道为什么吗 ？OK， 因为这里没有人听得懂尼日利亚。但是我听得懂广东话，咁冇所谓噶嘛，佢唔懂都得啦。咚咚咚咚咚！你不要以为学鸡叫就是广东话。可以吗？接受挑战吗？没问题。来，你先来。OK， 尼日利亚的啊。啊，干嘛拉不得的嘛？啊，干嘛拉不得的嘛？我干什么姑娘刀？我干什么姑娘刀？呀耶，玩的么？哎呦呦，别哭，别哭，哎呦呦，别哭，别哭，玩的么？我拿说话给别人过滤。这是什么歌啊？我告诉你，等一下，真的有这歌吗？我告诉你，有一句中文，我今天终于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你真黑，你真黑。那这歌什么意思？可以教我们吗？你还管它什么意思？这个歌的意思就是我很高兴。不，搞不好是他们童谣呢。什么意思？什么？这个歌的意思是什么？我想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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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说唱，我想说唱，我想说唱，我想说一个故事，一个故事，一个故事，哦耶！还偶遇。明白了，翻译成中文就是：从前有个山，山上有个庙，庙里就跟我们这个是一样的。那我填，那我，那你来个广东的。你也要哪一种哦？这种的。广东的有这样的歌吗？广东话的。那就看你的广东话好不好了。我跟他这样，我只能在，我只能在声音上挑战他，来。杀人！加大剂量啊，你得加大剂量。不要再喊了啊！今天我寒意里寒雪飘过，为这冷酷的，我真起高了，太高了，哥哥。我跟你讲，这段可能在电视上不会播出，但如果任何人有视频，刚刚用手机拍下来发给我，我用钱给你买。手机给我，手机给我。尤其是刚刚那一段啊，你比好弟还黑。来，我就那个低一点啊，我看他能不能上得去。所以大家能看到尼日利亚是一个多么 happy 的国家。你们走在街上都这样吗？你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。来，别给他压力吧。给我一个合适的点，远点，远点。这是什么调？今天我寒意里寒雪飘过，为着冷酷了的心魔飘远方。可以了，一句来，请。共情爱，感动的眼神的时光，感动的那的心风光了远方。他有抓到重点，你知道，这是最后一个音，最后一个就对。对
他很聪明，是他知道广东话就是最后一个音哦哦，马上云朵飘云风，这不错，来，特别有语言天分，有天分，有天分，哎呀，可以了吗，小赵老师，放过他了吗？我认输了。来看一下，谢谢大家，他们的赞数是311赞，155,500元的公益基金，谢谢。好，再次谢谢西亚，谢谢五洲唱响，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